锵锵三人行，哎，今天又轮到这个伟杰了，是啊，我们这个老嘉宾呢、啊、一般都是这个话题来轮报嘉宾，是就是因为咱们的话题是跟着新闻走的，所以有时候你要通知了你们也不知道聊什么，这出了一个事情光机就聊到就得聊，嗯，但是今天呢我就是有点不好意思。为什么？因为呢我们在大概两三个月里啊轮着伟杰的两三次这个话题啊、嗯，凑巧都是那个网络女主播，对，但是因为她也是网络女主播，不要这样，我们开电视也看得到，我们不见得只有网络上看得到，我们普及率比较大一点，有本质的区别。为什么？伟杰现在在网上也做一个做菜的节目，但是他有他的跟那个网络女主播有食和色的分别，那都是性也啊。好吧，你这样说我就 OK。我们这个节目就是人性代言人的节目啊，对，所以我们谈的无不是人性。对，今天呢，我们还谈，所以今天该你倒霉。哎，怎样都轮到我。冥冥之中，你相信不相信？看来你就是未来。好了，我马上待会就去开个账号，你们等着我啊。对，就碰巧又不得不找他谈这个网络女主播。这真是命中注定。真的有网友上，我上次也是一样，这个来上之后，他们就一直问我说：“所以你到底开在哪个平台？为什么都搜不到？”我想说我没有开，你们当然搜不到。你真是，你还挂相，你是典型的那种锥子脸。可以是啊。你看他下巴尖，就这种锥子脸，再稍微整一下就没问题了。那你先帮我跟公司请个假，先去送韩国整修一下。韩国回来。对，等我从韩国。回来，当然今天也有新的，不是网络这个女主播、嗯、还有网络男主播的事儿。我过去以为，我说这事儿怎么光让女的干呢，男的怎么难道不可为吗？找到一片天可以做了是吧？对，1月10号，文道你听说了吗？1月10号有一个这个平台叫做斗鱼，嗯，然后这个平台上其中一个房间哗惊叹，1月10号凌晨，你知道吗？那些没睡的色狼们，哇，那眼睛都瞪圆了，因为它是叫弹幕分享式的这种视频的这种直播呀，哗，直播标题就叫直播造娃娃，真的就是真枪实弹。这个女主播好像叫个什么名字，狂放不羁123呢还是什么，我忘了啊，就是女的就跟男的，哎，变换各种姿势，就是这个黑秀，哗哗哗！我说中国大地上终于出现了，我的天哪，真就完全是。然后呢？后来呢？后来呢？哎，现在的警察我发现都挺有幽默感，嗯、就是你看网上它突破了过去公安管理的地域管理的概念。嗯，你说一个房间它是哪儿的？它的注册地是武汉。对、嗯。可是这个房间也不在武汉。但是被江苏网警发现了，于是江苏网警的反应是什么呢？就发了一条，就是说，哎，斗鱼 TV 直播平台，不得不说，你们真的挺会玩的，警察还挺有意思，说这个直播到直播平台上，如果做不好内容审核，可以关停服务器整顿几个月嘛？你看，这是江苏网警，感觉有点打商量的语气，然后呢，说有人举报，有微博举报，但是帖文竟然被删了。这个江苏网警调侃道，公关团队比审核团队棒多了嘛，哎，所以怎么怎么着，然后呢底下还艾特了武汉网警巡查执法，然后几个小时之后哐叽喳，武汉赶快调查整顿，这个出来道歉啊等等。但是要不说咱们对这个新事物不了解啊，你知道所谓这个平台它有超过10000个房间。对，找都找不到吧，我估计。没错，你可以看看这个照片，文道你看这种东西吗？你看。这是弹幕，牛，真牛，我真的服。这个就是，当然咱们都遮住了，是吧？对，如果换我们被审查，不是？对呀、啊，还有那种、你们都在看呐。然后这是其他的一些网络直播的这些现象，你看有直播的这个偷窥狂魔来了啊，跟着妹子分进去。这是一个人啊，用那个无人机，嗯，我都想买一个，他的想的办法跟我一样，你知道吗？无人机拍女生宿舍，大学女生宿舍。真的，哎，你看这个是一个这个小哥们在酒驾，嗯，他也在直播，对，啊，说你看我在酒驾，好，这个酒驾在直播，哎，你知道，我就觉得这无人机这东西挺可怕的，对、啊，我当时就想，它能飞几百米高，嗯，呼，你弄一个这个，不就到伟杰窗口就开始了吗？还好在香港比较难，然后窗口特别高，应该飞不到那么高吧？飞得到，飞得到吗？飞得到，以后我要买的。对，没事，我们常用。我们拍片画质还好吧？我们拍片常用航拍，现在航拍效果很好了，但航拍其实很容易出事儿。对啊，真的很容易出事儿。我跟你讲个例子啊，就有一回啊，
就我们有团队，不是在帮我做节目，在帮另一个节目做，那就在北京上空航拍。当时管北京管的还没那么严，结果几个小伙子拍了一会儿之后，来了二三十辆的公安车，把他们围住，团团包围。为什么？然后有的还看起来不像公安车，有便衣，看来是很厉害的强力部门，然后马上蒙头套，不由分说，什么话都不讲带走，然后带去哪也不知道。后来盘问了两天，你知道是怎么回事吗？原来当时正好有一个很重要的贪官被押送在一个车路过那段路，然后呢他们在航拍嘛，所以那些武警部门公安部非常紧张，他说你们是干嘛的，你们是不是帮着他怎么样怎么样，结果盘问你们跟他什么关系，那个官也挺有名的，然后我们那小伙吓坏，我跟他哪有什么关系，我看报知道这人，然后搞了几天。是以后挂号吧。对，这我国对于防空非常重要，这所以还是不能瞎玩这个。对，不定哪天被咱们战斗机击落，是吧？好危险的感觉。哎，就说你看这个，他就现在在整顿这个乱象。你知道我看了之后，我的感触是什么？大家都想成名吗？不是，就人民群众的智慧啊，也不叫智慧了，人民群众的创造力啊是无穷的，超过我们这些专业人士。你知道我看到这些，我才最近有人跟我聊呢，还从英国来的，就说好，我现在觉得，哎，我们中国的人民早就已经做得比你多一百倍。他们跟我聊什么啊？就说真人秀。说这个，哎，这绝对好看。说只要你敢做出这个牺牲，我说做出什么牺牲？没让我干这个。他说，我们就像那个出门兽一样。他说，我们弄一个你的家啊，你就得老大哥要嘛被抓。你要愿意奉献呢，你可以拿你真的家。如果你不愿意奉献，我们出钱给你装一个你的家。然后这个家里除了厕所之外，到处都是摄像头。然后呢，你每天或者说每周吧。你在这儿待两个小时，你可以什么都不干，你愿意想说你就随便走到一个镜头那儿你就说两句，要不就那个那天大家就瞎聊，说第一集咱就直播睡觉，那就睡，啊、哦、就睡，他肯定那不管是骂你的那个弹幕啊，那家伙骂翻天呢，他但是你想这家伙火了，肯定火，哎，这就是所谓专业人士现在给我出这招。后来我一看这斗鱼，我就相信毛主席说的人民群众的创造力哪是你们这些专业人士能想的，人家想完都已经玩完了，造小人酒驾都播出来了你还玩这个，这现在不得了啊这个。但是我其实也觉得挺可怕的、哦、你想说大家为了那个一时之间说 OK 我冲这个关注量，就是那个 Andy Warhol 那句话，你就是有几分钟的时间你是非常火的，你其实不计后果，就像酒驾他明明知道是错的，但他就觉得说哇我酒驾好多人哦，大家都知道我就是酒驾的那个，然后我就红了一时，但他可能也因此而丧命，他并不会享受到后面的过程。是，但是你觉得这个事儿，我有时候觉得啊，就是人民群众创造力是无限的，是因为啊，有的时候个别人民群众也是无底线的，你知道吧？你要说放开，哎，直播房间这个东西一出来，成千上万个直播房间，你知道他在里头都干什么？他能想出什么来？哎，这玩意儿真是让人遐想，你不觉得这是一个未来的新动向吗？所以我就想起凯文·凯利讲的那个必然呢、啊，我好像如果我没理解错的话，他有其中一个预言就是说啊。未来你连观念都会改变，比如说今天你说的隐私，对吧？觉得谁一狗仔队，狗仔队都嗷了，说狗仔队侵犯你的隐私。他说未来的有一天，也许你隐私的观念会改变。没错，你认为你的性生活、你的夫妻生活，也许几百年以后的人们，他是大大方方吃饭的时候说：“你看我跟我老婆怎么造小人。”他可能是进入这么一种社交模式。其实我觉得也有电影已经开始类似这样子，但没有到说这么夸张，是讲就有部电影是一个喜剧啦，就是一对夫妻的不小心把自己这个造小人的过程上传到云端，就大家都看见了，然后是一个搞笑的过程。但我觉得也许可能就会想说，因为你看现在资讯分享的如此的快速，而且等我觉得底线是慢慢被突破的，到最后真的是没有底线。也许当他觉得这是一个常态，就像以前哦，如果你就说哦，比如说人家就什么拍性爱录影带或什么，你第一次听到就觉得好奇怪哦，这是非常 private 的事情，你为什么要拍？但是你现在必须看非常多的一些年轻人就觉得很正常啊，这不是应该交往的一个部分吗？大家都在做，为什么不能做？我觉得这是
道德是慢慢慢慢在往后走的。你比如说像那个优衣库吧，优衣库那个事儿，我听见过多种传说啊，都是未经证实的。比方说有的人就讲那个就是他自己分享朋友圈啊，甚至我听到的还更惊人的是，不是那男的，是那女的分享朋友圈泄出去的。那你说这是不是他们是一种什么模式呢？我觉得挺合理，这种发展。我的意思是，你记得很多年前我们就谈过了，就谈隐私。就你从最早多年前，大家还微博都还没有的时候，大家已经开始做很多的分享。那微博来了之后，大家开始分享我今晚跟谁吃饭了，看到谁了，给大家来条片子。其实那时候我们就已经开始走上这条路了嘛，因为那时候开始那个隐私的观念模糊的开始被打穿了。比如说你跟朋友吃顿饭，你的朋友都发微博，你本来想跟朋友吃饭私下聊的，他们全发了，可见他那个时候他已经没在意你的隐私，久而久之你也不在意，因为你也常发。然后到了后来大家发现大家爱看这个，那么然后就开始觉得我有必要要公开。这就我常讲，我们过去比如像我们这种四十来岁的人，我们目睹的过去的最大的变化，日记这个东西从前是几乎要上锁锁起来的，不能让人看。但今天大家是怕人家看不到我的日记，对不对？是我就是为你们写的，对，日记是为大家写的。对那所以走到这一步是很自然的。所以你看，我看到这个趋势啊，伟杰，我本来近两年我一直担心我的这个养老问题，我说到老了咱挣不动钱了，谁管我呀？但是现在我你知道我踏实了，人生第二春，我踏实了。我意识到我还有好多底线还没破呢。你老了之后有什么好看呢？给人家看你喜肾。哎呦，老汉推车。你这家一个金一个白胡子的自己弄的，我今天给他直播洗肾啊，我怎么样失敬了，大家来看看。对，不就是个不要脸吗？对，可是你要想，他们这些不只是不要脸，大可能有些是正在挑战，有些人家是真材实料，跳钢管啊，跳舞啊，吃饭唱歌啊，什么这是十八般是真材实料要做的。老汉待会儿给你看看跳钢管的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提供一些数据啊，就是2015年的调研报告，游戏直播平台用户中，68%的是19岁到35岁的，男女比例为4:1，相当大一个比例是三线城市的这种男青年。然后呢，这个2016年预测每个月看一次直播平台的用户数可能在1亿左右。我的天哪，你说，然后呢，还有一个数字，就是在这个战旗 TV 上。平均每天有600万人在112,000个直播间里逗留，其中20%到30%的用户会真金白银的为主播刷礼物，啊，这个也是三线城市的用户占比接近一半。你知道，我最近看了澎湃新闻的一位记者叫张晴燕，张晶燕的啊，他采访网络主播的红与黑，在上海采访的，我觉得这是他提供的一些啊，挺有意思。你知道这里边有两类，一类是女大学生，可能是学法律的，学干什么的，但是最高的收入一个月几十万，甚至有说一个月收入上百万的，就是干什么了？你可以看看照片，这他采访这个小妹妹，你看这个是他们在一个宾馆房间里拍宣传照，你再看下边，就是这些粉丝们，就他们送给对他们好的那些用户啊，这个包括这种宝丽来自拍的，你看裸露程度比较大的，这就是送你一点福利。然后你再看，就是这个女青年她采访的，就在这个房间里吧，就是跳钢管舞。然后呢，你再看下边，她采访的当时她就正在跳。然后这是拍宣传照，都是网络女主播。你再看下边，哎，你看那天采访，就在采访的当时，啪一下就给黑屏了。黑屏了，就是有那个他们叫房管，
房管就是有那个平台巡查的、哦、但是现在做不到什么电脑智能搜索、嗯、只能是这个人这么一个个这么查，一般来说比如说你可能到两三分钟哐叽被发现了，就是说哎，尤其是现在风声紧，就是说你看不能跳，直播不能跳，然后你知道它是个什么生态，所以伟杰你也可以学学，要我说你那个网络真的就菜别煮了做别的是吧，不是你可以一边煮一边刚有什么，不是你应该加入一些生活态、嗯、什么意思呢，你比如说记得采访他，你看这个女孩叫什么我就不知道，都是化名了，然后这女孩就说哎，我可以直播你采访我吗，然后这个记者就同意了，然后夸高高兴兴拿出个自拍杆，用那 iPhone 6 Plus 他们专门为拍、嗯、啪拍说哎，大家看记者采访我，底下那个弹幕哗就出来了，说记者你好白啊，哎，记者还年轻啊，记者还不错，就这么他要播，然后采访差不多了就说好了，我现在要跳钢管舞了，疼呀，弄个杆一弄噔噔噔两分钟夸黑屏了，不让跳这个其实我觉得真的越来越多，你像脸书哦，虽然说在内地用不了脸书，但在脸书也是这样，刚开始他是开名人才可以直播，就说 OK 我现在 live 直播，说我今天比如说我今天要来做这个节目，就可以立刻开说哎你好，我现在要做什么什么节目啊，我们今天要讲什么节目啊，大家打个招呼，然后就疯狂的一堆人去追，后来已经不只是追普通就是明星了，现在这个直播功能是所有的人都可以直播，就大家都疯狂的在分享说我现在在干嘛，我现在在做什么，然后我现在在跟你讲话，那我可以自拍可以直播吗，就是 immediately 要去分享这些事情，我们都想知道别人的生活在做什么，是我一个人不想知道还是大家都特别想知道，就说他采访的这姑娘好像还是个大学生，这姑娘说也是想提高层次来着，据说平常常看什么逻辑思维啊什么奇葩说呀、啊、还有高晓松那个哈，她说我也想跟网友们有时候说点有深度的话题，哎，但是没办法，他们就是要看身材，他们主要是看气质，他们要看身材，主要看气质，就是哎，就是你看啊，60万人同时在线观看，他一件一件的换从韩国买回来的衣服，比如说刚刚到臀部边沿的那个小裙子，嗯、就看这个、嗯，我觉得挺好看的，当然不味道就格调太低是吧？那我觉得很有趣，就因为我们都做网络的东西、啊嗯，我觉得太有意思，就是。你明显感觉到我们国家还是挺人性的，就是你比如说像刚才讲这些事，我发现对他们这些事儿，比如说你说造小人也好，换衣服脱衣服也好，我发现对他们的审查其实不算很严重，你比如说这种直播就是巡管，嗯，然后要是真出事儿了，那武警还能够带着一种有点开玩笑的态度，公安还能用开玩笑，网警还用开玩笑的态度发微信发微博，对吧，来回应。不是，我认为有人分析他这种开玩笑的态度啊，可能就出于就是我刚才给你管的这个属地管辖原则在互联网时代被突破了。我知道。就是谁该管他，他注册地在哪儿，他人在哪儿。我了解、啊。但是你想想看，换过来像我们做节目，有时候你碰到新闻议题，嗯，时事议题，没人跟你开玩笑的。是的。对，可没人跟你开玩笑，绝对不可能有人能够比如说直播的播的讲到了什么东西、嗯、然后黑屏，你这一下黑屏是永不翻身，不可能说黑了一次哎我下回还来，没有，所以看来我们国家对于这种东西管的还是比较轻松，是鼓励人性解放，不是很难，我觉得很难管，就是这种直播的这个房间、嗯、你想它成千上万，很好管，要管绝对管得到，你觉得可以，那你现在比如说你多少视频网络公司，普通网络公司有成千上百审查人员日以继夜，这是我们代替东莞的轻工业的新兴服务业嘛，第三产业就天天审片，你每天比如说我们网上上载的是数以十万计的片子，那他是直播、啊、那其实真有人在审，他是直播，就像 live 直播，你没办法说他都已经在播了，他盯号，比如说假如说我知道你这个台你总出这种事儿，总有这个你出过两次这个记录，我就轮番就盯着你嘛，一定做得到。而且呢，各地的尺度不一样。你像我去年做的一个这个网络视频这个节目啊，就是我现在不做了，那个是归上海那边管、嗯。我就发现呢，上海就胆小，或者不能说人胆小，人非常谨慎，就是。大部分北京这边能说网上能说的话题，上海那边都不让说，上海从来都这样，对于是呢、嗯、有一次就是我们这么多年新闻经验的人，我们认为说这个完全没有问题啊，但是上海那边还是说哎你别播、嗯、于是呢最后我们就说在这个有个说吧文涛的微博上，我说我也录了，要不就上微博还不行吗，我自己的微博我得、嗯、上一下行吗，对，原来绕了大概大半天的弯，后来他们说你就是在微博上上一个视频也都是有个口，对对对，去审查过的，是要审查的，你以为你随便说吗，都是审查过出来的，所以你怎么样都审得到，
就是说如果千万不要真的要省也省得到，对，不要轻视跟忽略国家的能力跟意志，要做的事一定你做得到、我觉得还是要考虑到国家的力量，他如果力量都用在那头了呢这头没那么多力量、那倒是那倒 是, 是, 是，所以而且我觉得有意思的是什么，还有另一类，你不要以为这些网红啊都是那种的过千万的啊，不一定，还有相当大的一批，就是这个澎湃新闻的记者还采访，比如说在一个上海三流宾馆里有这么一堆，可能是就是来自农村的、然后长的那个模样嘛，涂脂抹粉，鼻梁有点塌，也不是说特别的那个美艳，但是人家想的也挺知足，就我这一个月也弄个几千块钱，对吧，而且呢就是说比我打工挣钱挣多了、而且进来是有道的，就是哎他还要培养培养你唱歌跳舞，主要是你哎，我觉得这个行业叫什么行业啊，我觉得这个行业在于暧昧，你全脱了那也那就是也不行，对吧，脱了就被抓了，他恰恰就在于你比如说这些网络女主播，她得有经验也不容易，他得记得这些用户，对，哎，平常跟他们搞关系，是因为假装成一种很私密的交流感，对，他们还给你送礼物，是，而且呢，你还得满足他有些这个土豪斗富的这个需要，有时候俩土豪挤在你一房间里，一天能拍出100万，是，还有那个火箭，你看过吗？对对对，500块钱一个那个像玩具一样的那个火箭，就你那火箭就特别明显，能显出送火箭的那个用户的名字，然后大声念出来，大声不是不光大声念出来，屏幕那个火箭就唰就过去了，有的时候送的满屏都是火箭，就是女主播受欢迎，他这样的一种行为，哎，文道，你觉得这算色情业吗？不算，如果讲尺度当然不算色情业，但是原理很接近，其实这算社交业，对，原理些色情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全是脏啊或怎么样、其实色情业卖的并不只是一种肉体上的东西，对，色情贩卖的主要是想象，哎呦，你这一看就是道行深的，咱们先吃点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你知道为什么说现在我们大陆人管挣钱叫抢钱吗？就因为机会啊都是一茬一茬的，比如说我现在觉得这儿斗鱼这边出了这一系列的事儿，我预感到也不是说我预感，真的什么网络自律啊这个严管可能这些现象就到来了，哎，但是它提示给我们一个未来的想象，文道不是爱说想象吗，你说这玩意儿我只是在想象色情对，我没别的。我想象的是，真是就说这个会不会最后到达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就是啊，如果这么方便，技术提供了这么大的方便呢？因为我相信呢，最终是卡不住的，这个技术的这个门槛啊。然后，哎，未来会不会进入一个我们当年有一个说法叫为人民服务啊，叫人人为我，我为人人？将来会不会人人看我，我看人人呢？当然有可能，我其实觉得这是一个过渡现象而已，我觉得现在因为私隐的观念一直被突破被调整，现在这样的东西之所以好看大家想看，主要是因为我们处在一个传统私隐观念崩溃的过程当中，我们想看别人，人人都其实有窥私狂，都想看看人家私底下在干什么，但如果你再发展下去，真的像你刚才讲的，假如说朋友吃饭互相传的就是你看我昨天跟我小三怎么样，我跟我老婆怎么样，然后你看我跟我老公怎么样，都是互相观摩互相参观，那我为什么还要看这个，那我们就真是回到原始社会了，就大家脱光在路上走也一样无所谓的意思，光着就互相聊嘛对吧，哎，但是伟杰我也有一个问题，你比如说你有时候会不会觉得有点沮丧呢，比如说，哎，你说网络女主播赚这么多钱，未来的时代，你们受过这么多年新闻训练，哎，学新闻不容易，跑新闻积累了很多经验教训，最后你发现，哎，还不如这个月入百万呢。你不要这样讲，你去看他们这些女主播，他们都知道这是青春饭来着，人家就说我现在趁年轻几岁到几岁，我赚这么一笔。当护士，平常当护士还是他的正职，这个是那个兼职来着，而且他也知道这个时效，这过得很快的。你别说他这个月所谓月入百万啊，你不要以为是5年月入百万。
他月入百万的日子可能就只有一个月。对，所以抢钱太多了，因为他你比如说红一个人红，他不太可能红过两年，一年都很难，因为你总是有后来者，嗯，大家总是贪新厌旧，所以你红就红那一段，你等于你在那一段你要赚足了，你赶快多射点火箭。还有一个，我觉得他们某种程度上也有点像今天中国的某些这个当代艺术家是同行了，对吧？嗯，还有一个出路就是说，谁比谁能想出更惊世骇俗的招，对，对吧？哎，你知道已经出现这个直播，去年年底吧，直播车祸的了，不是，真的像老炮儿那个电影里一样，他们这个飙车的，后边一辆车拍着前面一辆车，结果前面一辆车拍出车祸，后边正在直播，就一下直播就撞死伤人的这个车祸都直播出来了。所以以后的那个，但我觉得还是会达到一个平衡。我觉得当如果大家都是这样子的时候，我觉得可能会最后还是会形成一个规范。就比如说我们现在的电影开始有一些，比如说分级制啊，或者有什么就来讲，哎，这个，我觉得应该可能会呈现是这个样子。我觉得也是，而且这个东西真的会过。你比如说像其实两三年前。